后他就借我今天提供什么，我说不行，我杀了一定要提什么，然后先先打，然后那也能打。三百已经没了，我觉得望住你成业是吧，三百就没了，四百就冇曬咯，而家隻手都冇啊，見唔到，打真係冇啦。佢食好多嘢㗎，佢食好多嘢㗎。咦，佢食唔食啲？佢係肚餓咯，夠鐘食飯咯。你睇下，佢次次都落嚟呢度食嘢㗎。